今天来的审查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因为只有白心这民进党版本，国民党立委就积极讲民进党这尼啊看是不是要清算，啊，原住民的立委有哪不满这法案内面无包括着原住民族的议题，啊，就那霸占主席台抗议。不管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审查转型正义条例，立法院当中无包括原住民族的议题，立法院郭金素霸占主席台抗议，因为总统蔡英文捌讲要伫八月初伊向原住民族来回信的，跨党派的原住民立委也批评，法案无包括原住民族的议题。如果我们这个八位没有办法在立法院把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放进去的话，我觉得我们八位是无法对原住民族的主令交代。当你们在党外的时期的时候，有多少的原住民族跟你们站在一起哦？可是为什么？好，当你们现在完全执政的时候，却要把原住民族抛在脑后。因为今天的审查只干那白新民进党的版本，也引起到国民党立委的不满，认为民进党想过头着急，也批评民进党干那党抢共款，要透过促转条例对国民党清算道经。促转条例啊，讲实在话，就像民进党的东厂一样。哦，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哈，这个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我们的国家有更重要的问题要面对。我们的经济这么烂，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边吵这些事情呢？对官民进行民进党总调郭建明强调，总统蔡英文会伫总统府成立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委员会，以总统的管道来处理。按过跨党派的原住民立委嘛是不满，认为原住民的议题这么重要，嘛是应该优先处理。各方面无共识之下，规定的听书发言是乱哄哄。记者综合报道。